好，今天先来介绍的花衬衫，它总共有两个颜色，我觉得呢，它可以穿得很辣，可以穿得很姐姐，很仙气哦。好，重点是它有看到了吗？它是雪纺纱的材质，它其实是微透微透的，只是呢，来大家呢，可能因为是花的关系，所以没有看出来。它呢是一个非常柔软的雪纺纱，超级超级的凉哦，有没有看到？透纱的，所以呢穿起来非常非常的凉爽哦。然后你想要身材利落再好一些些，我们呢可以稍微用围绑。好，这个黑色啊，它可以搭非常多纱裙、牛仔裤、落地裤或是裙子，通通皆可以。好，我觉得呢这样子的风格也是蛮帅气好看的，我觉得米白色穿起来很有味道。当然啦，我们呢现在把它当成是罩衫穿，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看。而且呢米色搭上这种卡其裤啊，我觉得真的质感万分，上班穿非常非常的可以哦。它呢不会偏很度假，它就是走一个气质美女的路线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它是这种透纱的，然后超级超级凉，我只能说超凉。